我们现场来了贵宾，现在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陈前副总统，我们主爱的李若望主教，还有林前主教，还有主教团的各位主教、各位神长、各位修女，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感谢赞美天主，让台南教区在他的拣选下，有李若望主教来担任一个好的善牧。我记得在他刚刚被宣布在要担任主教的时候，天主教真理电台访问他，让我很感动的是，李主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比我还更有圣德、更有能力、更有资历的神长很多，但是天主拣选了我。”所以他说，他用了这个圣母玛利亚的话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当他说他是罪人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跟我太太在德肋萨修女丰盛的大典之前，见到了我们亲爱的教宗方济各，他跟我们两个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罪人，也让我想起来教宗方济各第一次被选为教宗的时候，站在博多路圣殿上面讲的一句话也是我是罪人，请为我祈祷。我想这样的谦卑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李若望神主教会是我们台南教区很好的一位主教。我也记得当台南在2016年2月6日有地震的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林吉南主教他带领的我们台南教区的所有的教友们马上在第一时点上就到灾区去展开了服务的工作。这就是天主教的精神，爱跟奉献，而且及时的来照顾每一个人。我从林吉南主教的身上看到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他所说的两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一直记在心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权力就是服务。第二句话就是好牧羊人要充满羊群的气息。确实林吉南主教他充满了台湾，特别是台南市所有人民的气息，特别是最艰难最困苦需要照顾人他都去照顾到，他充满羊群的气息，当羊群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永远在那里。所以台南教区真的是令人羡慕的一个教区，有这么好的好牧人。而且台南教区在福传、教育、医疗跟社会服务上都做得很好。我相信在我们李主教的带领之下，台南教区会越来越好。当我看到天主教真理电台访问我们李主教的时候，他拿起吉他来弹的今生追随主耶稣，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一位教友都应该做的，让我们今生都追随主耶稣，而且更重要的，让我们为李若望主教来祈祷，也为台南教区来祈祷，为台湾来祈祷。台湾在 COVID-19 的侵袭下确实相当的困难，但是大家能够互相的帮助，所以台湾才有很好的防疫成果，大家才能在一起。今天我要用教宗为了要安慰所有在 COVID-19 困苦下而受到艰难的人所说的几句话。他说：河流不喝自己的流水，树木不吃自己的树木果实，太阳不为自己发光，花朵不为自己芬芳，为彼此而活本来就是自然的原则。当你快乐的时候，生命是美好的，当别人为你而快乐的时候，生命更加美好。让我们为彼此而活，
彼此相爱，来实践爱主爱人的圣训。我也希望在这里来恭贺我们的李主教，也恭贺所有台南教区的教友们。我相信因着你们的爱，这个爱会传到台湾的每一个地方，甚至传到世界的各地。让我们这样的祈祷，请主耶稣带领我们，请圣母妈妈也带领我们。谢谢大家，谢谢。